家同心，大家搞炸，真欢喜，今仔日要来甲大家探讨制度啊，甲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啦，是应该足重要的，因为咱无要抄流氓政府的制度，伊的制度内底拢咧予人做机会啊！每一个啊，你要转音啊，都爱这个机关转音啊，搁爱这个机关转音啊，内底足济复杂的。咱后摆啊，咱的制度的定义吧，就是要为全世界上好的制度，咱要来提来用。那个纽西兰，因的制度那足好，咱甲提来。澳洲的制度设立，教育的制度那真好，咱也甲提来。啊是新加坡，因的主体的制度，咱也会使甲提来用，所以。要甲大家讲这个观念啊，咱是爱去提世界啊，已经有咧实施，伊对人民有帮助、有贡献的制度提来用。所以啊，这节是要甲大家探讨。这些事情，咱很多的学员同心，大家有自己的专长，你把你的专长发挥出来，去收集世界多一个制度较好，你可以写一个这方面的报告来中央，咱中央若要推行这个代志，我会邀请你来到三江，这是足大的一个工程。我最近咱直直要做的一个制度啦，要咧进行。咱所讲的海关总署啊，美国也甲咱讲，恁第一步要来接海关。海关，咱也爱定一个海关的制度。现在伫遮伫进行咧做，希望恁的亲友。也是咱的同心，大家若有这款人才的人，甲通知，叫伊赶紧来受训，也是伊去收集有关各先进的国家的海关的制度，甲抄落来。咱来改善，咱来用。我所知影的，咱一个关口有足侪人单位伫遐啦。有当时啊，讲要做代志，就爱哦，这个交通部的啦，有内政部的啦，有做其他无。同款单位的人，财政部的啦，
足济人混杂伫即个海关内底。啊，然后啥物问题？哦，啊，迄个杀，啊，要来办代志啊，都爱安怎？都爱叫来，啊，到底是要安怎做？有的单位顾到单位的利益，讲啊，制度以前定的这个做制度啊，就是安尼啊，就安尼做。足济无便民的所在，所以要我甲大家讲，假设你有你的后生，啊，你啊的亲人，啊是好友。有海关这方面的专才，无拜托伊来甲咱写一个制度，咱也足欢迎的。咱我会开这个啊海关这方面的法规甲办法啊，这个制度啦，请伊来到三江。好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咱开场白啦。好、哦，就是要讲啊，这个制度的设立的开场白吼，予、哦、大家了解讲制度确实重要。好、哦、啊，大家那个爱有这个观念。好、哦，我的感想啊，现在啦。什么特资会啦，特别会啦，拢，然后本土台湾人的主管啦，吼，啊，掠阿扁去算账，其他的人拢无来处分，讲有啦，啊，什么甲定在先做者，啊，到尾讲也无做。那我的观念啊，管会计先处罚，第二步管审计搁处罚，因上内行嘛，因讲叫做事务官啦，什么叫做事务官？以前拢因咧做嘛。啊，做到即马这个时阵，啊，我咧想啦，阿扁啊，咱本土台湾人的政府去做总统的时，会脚手的遐个事务官一定教讲啊，以前啊，总统就是安尼咧领，哦，啊，我提看有手机哦，提手机来报销就好啊啦。啊，这拢是啥物？开一个暗光啊，咧互因跳啦。安尼是毋是会计单位、审计单位爱先判？所以这个观念，大家爱建立。我看咱民政府执政，我会安尼做。会计单位讲，啊，面顶讲的啊，叫我安尼做啊，我先判你，再来判面顶，是毋是安尼？足清楚嘛，所以大家爱有这个啊心内的准备，咱也要执政，咱啊。你要做事啊，迄、那个政务官啊，大啊，咱话足欢迎的，但是一定爱安怎，把人民的服务徛伫第一线。咱的出发点拢爱去想，咱安尼做，人民有啥物利益无？先考虑这啦。人民有利利益的，你甲定出来，你做你去做。
这是咱从制度内底的最大的目标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啊，我国补充个只吼，啊，咱今日咱要来甲大家探讨啊这个问题。啊，我差不多分做七个单位啊，甲大家介绍。好、哦，啊，咱第一个单位啊，要讲制度的啊，这个意义啊，甲伊的目的甲本质啦，吼、哦。啊，第二个我是要讲内部控制的制度，吼、哦。假设有这个制度啊，拢无控制，安尼制度定义什么？等于甲无设制度同款嘛？有制度都爱有控制，有控制就是爱有这个制度定下，啊有执行，执行啊经过，啊有这个控制，啊控制啊才会了解讲有这个成果，这拢是要服务人民，大家爱有。这个啊心啦，大家爱有这个心，要安那和人民过了较好，吼、哦、啊，要安怎帮助啊百姓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大家若有这个心，一定会做了足好。啊，咱第三啦，要来介绍讲内部控制啊。诶，制度设立的原则，吼，啊，甲诶控制的方法，啊，甲内部啊控制制度的设施，啊，甲尾啊，咱提这个会计这个制度啊，来甲这个内部控制的重要性，来甲大家啊介绍，因为制度是足济。好、哦，啊，我是提这个会计这方面啦、啊，啊来，因为啊，奈提会计这方面，啊，贪污的啊，拢甲这个数字拢有关嘛。哦，咱来跟人讲编一个预算，啊，这个预算要编以前，会计部门。啊，爱知影讲，这个工程爱开开偌济，你都爱先去了解计算。有啦，伊讲，咱要定这个做啥？迄个标单的时候，最低标啦，哦，邀请啊会计单位来参加，邀请审计单位来参加，来定这个底标。哦，啊，再来开标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的看法就是讲，伫这个会计，这个就是事情啦，爱去了解。现在啊，迄、那个钢，迄、那个钢筋啦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做钢铁啊，一吨偌济，咱爱开偌济，吼、哦，几吨来做这个工程，即个。啊，水泥偌济，所会计单位啊，拢爱去算算出来。吼、哦，这所以讲啊，我要用这个啊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啊，来做一个啊说明。啊，甲过来，咱有提几啊弊案，所谓啊弊案，就是。要讲无遵守会计制度内底的案例啊，提出来甲大家啊分享啊啊做探讨啊，即咱七点钟啊，要甲大家啊探讨一下，咱即马
有讲义甲咱即嘛要来讲即个制度的即、這个定义啦，吼。咱因为就是制度啦，是各方面政治啦，啊是经济啦、文化等等方面体系啊，即、這个体系啦，咱会使叫做制度啦。那甲讲咱政治的制度是啥物？哦，咱讲啊，咱的政啊，咱的制度啊，政治的制度啊，流氓政府来的时，甲咱讲讲啥物？讲军政嘛，实体啦，军政啦，诶，制度是军的，诶，命令戒严三十几年，啊，制度是讲一定的制度，哦。啊，佫过来讲，啊，信政啊，哦，金，啊，过来信政，啊，再来讲宪政，好、哦，定一个宪法，啥物拢根据这个宪法来规定来处理。哦，啊，足济外口的人讲，咱民政府啊，啊。无这个民主的素养，讲唔是用啊投票来决定，啊实际上可能大家会了解，上课秘书长也安尼甲咱讲，那要民主上头就来实施民主啦。流氓政府来到这未付遐久啦，安那未付遐久，伊起码甲你讲军政，啊，再来宪政，再来宪政，啊，咱起码已经啊，员工现在目前咱也是因为咱是。美国军政府支持下的民政府，军政府伊是啥物体制？咱想看卖，军队是啥物体制？一定政府是听。奥巴马，奥巴马讲啊，无请国防部安怎做，一定就安怎做嘛。面顶将军交代落啊，一级一级拢遵守。啊，咱应该讲足好啊，足好嘞啊！咱现在我是足好，安怎足好？咱家己有做一个讲决策委员会，咱的决策委员会那二十几个啊，旁听的啊，就类似的，我二十几个啊，加起来要四十五个，要五十个，要来决定一个政策，那是拢提出来讨论啊，但是。无表决，咱那一表决落去，啊，败就变啥？啊，变真正的好的政策无法度去实施啦。所以我要甲大家讲，咱现在民政府是足文明的，有四五十个参加。决策会议提出来决策，大家有意见过来讲，有意见过来讲，讲到大家同意，安尼就足好嘞啊！超工咧，甲咱批评讲，哇，恁这个无民主，若要实施民主啦，啊，建国党诶，去学民。
民进党的消灭去，大家这个故事应该知影嘛吼？知影牙签看卖咧。我感谢阿奶，只一个牙签，我两个，我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我六个、七个，安尼好啦，我阁补充哦。有诶拢毋知，这是秘书长咧甲咱讲诶吼。安怎讲？你讲建国党成立诶时，足侪学者去参加，金融相当诶坚强。啊，参加我几摆。啊，民进党诶，看到讲，哦，结果党诶，拢是学者型诶去参加，阿摆真正好发展起来不得了啊！因则讲去甲建国党诶沟通，讲伊若要来参加，啊，建国党讲欢迎啊！人本土意识的，大家要来斗拍拼，哪会唔好？因好，因要来参加，讲啊，一个人爱交偌济啊？哦，伊讲一个人啊，千二块。伊讲好，阮来参加一千个，啊，一百二十万支票都开出来，送出来啊！啊，建国党诶。有一个规定，参加一个月后，你才有法度实施你的会员的权利。一个月后，因要求讲要来开这个临时会议啦，啊，讲一寡有诶无诶提案，吼，这个议题啦，啊，要求。啊，建国党讲，我收一百二十万啊，会员也袂少啊，啊，都有千，啊，差不多一千，啊，两三百个啊，啊，都安尼都招呼来讲，好啦，会议要带要去燕山啦，好啦，啊，会议都进行啊嘛吼，尾啊，一个临时动议啦，临时动议一个举手讲，伊提出来讲。讲建国党诶啊，伊讲伊诶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要求解散。有诶讲要哪会使解散？才歇无偌久，哪会发到解散？啊，就讲，伊讲爱用民主诶方法要求表决。啊，一千人甲两三百个一个举手，安尼要安怎处理啊？请问大家安怎处理？举手，因一千人，一个举的，爱通过也无爱通过，通过嘛？安尼建国党诶解散，啊，好你家在报去。赖清德，赖清德讲，政党不可以解散的啦，啊，等于建国党的怎死落去？啊，虽然不能解散，和民进党的甲消灭啊，安尼叫做民主，安尼会使也袂使？大家想看卖呢？啊，咧批评人，哦，咱也讲好。所以咱有一个规定，不管你是什么身份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青年党的、台联党的，拢来受训。受训了后，啊，你若各有家己的兴趣。咱
照这个规定，咱的游戏规则，咱有个开高级班，你若爱来受训，这就是咱定出来一个制度。无论你是教授也好，你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也好，一定要经过这个制度，大家遵守这个制度来做，无迄个插班的啦。吼，咱流氓政府靠迄个插班吼，定定咧讲咧插班咧，讲有当时啊讲漂白啦，来创一个讲家庭考试。你要考试，你唔着为高考啊、普考、高考直直考起，唔才对。伊讲，你什么资格啊来创一个家庭考试？家庭考试我有去考嘞，的确我有过呢。我知影，安怎咧创啊？我才知讲，原则家庭考试要去通知考试的时，通知我去考试的时。去考试院，讲去先去要做啥？迄个要做接待室啦，对遐等啦，才一个小姐来带咱入去啦。入去讲三个坐伫遐啦，啊含我一个咧问啦，啊咧问啥？问来讲，啊你唔，讲我唔知要做。有兴趣要来做公务人员啊？无啦！啊，我迄阵啊，咱照足调的，咱啊无意思讲要去做官。我甲讲，我才阁倒来伫遐哩，啊，阁计划要去出国去，无甲讲，按照啊，咱三个考试委员吼。现我这个机会，我来行政单位磨练一下。啊，我看了，我来甲拜托，可能就过啊咧款。啊，我就讲，咱足老实，因为我主要去参加这个家庭考试的笔试的目的是啥？以前做系主任嘛，教授的论文第一届无过啊，我今日佫讲，即摆来佫。送出来教授的论文，若阁无过的时，也毋足歹看。学术单位的主管，家己的论文都无过。我拄啊家庭考试咧考啦，我讲安尼好。家庭考试的我也送，啊，教育部的论文我也送。到尾两个拢过啦，安尼我无所谓啊，咱都无一定去做官啊。啊，若讲去做官吼，到尾啊，我今日就无一定徛伫遮啦，反正伫龙啊来也无一定啦。因为安怎，去到遐无甲因去，迄个叫做结交，我才甲你排掉去。所以我的感受就是讲。咱定一个制度啊，必须讲这个制度定落来，袂使讲啊永久你拢伫你迄个单位，这个制度就足歹。咱现在制度足歹，安怎足歹伫代？讲我若要去做税务人员，我参加国家的税务的考试，啊，就派去税务单位，吼，派去海关。啊！伫海关就永久拢伫海关，啊，所以讲内底的舞弊的迄个案件要安怎会知影？少年的大学毕业考入啊海关，为海关开始直直做，伊若在想讲我伫遮好好啊做，好好啊表现，啊，隔一个时间升官，啊，因为。升官就发财嘛，吼！咱诶，诶，做啊，迄个中国这边诶历史啊，因讲升官就发财嘛，啊，这都大幕搁较悬嘛，啊，所以讲咱要讲
伊哪会敢甲民顶除草啊？啊，民顶交代落啊，你着拼死甲做啊！啊，所以一定，迄次有诶讲，迄、那个棉草被砍掉诶，无掀起來，啊，若掀起来讲臭毛毛，啊，这是虾米迄类？这都我一生人间，我一生考诶海关，啊，我着想要做海关，我一定哪敢有迄个胆去检举面顶遐个舞弊、遐个贪污，无可能嘛！我毋知你想讲，后摆咱诶制度爱去考量讲，我若警察校毕业。我伫建设单位做六年，我就爱过来调来受训，受训在那个讲来一个受训机关伫遐三个月，也是半年的时间来训练财经吼，财经方面的专长，啊无就搁甲调去财经，拢会使。迄、那个轮回依照你的兴趣过来调，基本的公务人员第一级的是一个机关，以后用各家己资源去选多一个机关参加训练了后，啊，佫派另外新的机关。安尼，我会只训练人才啦，说不定入去大学毕业考入去。哦，去啊！六年啊，五年换一个器官，啊，五年换一个器官，啊，那差不多十五年，三器官拢大过啊！啊，拜这是我培养迄个政务官的人才，唔是讲啊，我伫海关，我通捌海关的代志，其他各方面唔捌，我伫。啊，交通部干那捌交通这方面的代志，其他拢唔捌，所以这足重要。所以我咧甲大家讲，啊，这个咱讲这个啊，这个类似吼、哦，咱讲的制度啦，啊，政治啊的制度是啊，经济的制度那是足重要，影响足大哩。因为咱现在流氓政府咧处理四小龙，可能上尾啊，可能阿爸一下挤不上四小龙，去泰国加越南去拼，哎，足可能的，足可能的，所以这样足担忧的吼。啊，社会主义啦，甲资本主义啦，啊，咱要讲，社会主义是中国伊实施的社会主义，到尾啊，伊那是咧学这个资本主义，讲爱好人民爱有钱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实际上因这个啊，因这个主义啊，我要甲大家讲一个。六月七八啦，啊，有这个网站的报道啊，讲美国国务卿希拉瑞在啊美国哈佛大学做一个演讲，伊讲二十年后。中国是贫穷的国家，内底有六个原因，这个才予大家去查看卖咧，看实在还是迄个网络上的谣传，去查看卖。哦，这个我予大家靠这个兴趣吼。你来上课，我会知影讲，恁家己搁去查资料，啊，甲咱的观念起来去，啊来做研究。我
我若伫研究所咧上课诶时啊，我诶学生要来上课，拢爱摕啊手提电脑啦，拢啊拢摕来，讲摕着问题马上查啦，查查咧。点到什么人，伊开报告啦。我讲啊，老师偷懒啦吼，同学动动脑啦。啊，研究所咧上课时，我较爱上研究所的课，就是安尼啦。我丢一个题目出来，恁去查，啊查出来，教。你发表意见，一发表意见，阁拼定恁的看法安怎，啊，才大家过来讨论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我要拜托吼、哦，让大家去查看卖，吼、哦，啊，查看卖，若查到，咩行我，吼、哦，伊咩行我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讲教学相长啦。咱的同心也有去了解到，后摆要处理问题发生的时，安怎处理？要收集资料的时，安怎来做？哦，啊，你收到的情报资料，啊，我甲我讲，哎，啊，我若会了解，哦，啊，这给大家做参考吼。啊，咱即马甲再过来讲，这个吼、哦，较狭义的吼、哦，较狭，伊这就是。一个制度啦，吼，工作的制度也好，财务的制度也好，啊，休困的制度，啊，是咱教学的制度。啊，咱现在定出来教学的制度是啥？拜五来报道，拜六一天，大家足忝，为八点吵架，讲一讲十点，上。在家这座的啊，超过十点二十五分，所以安尼有够大家啊，足甘心啦，我愿意，实在到十点下课啦吼，咱排到十点，够足济要讲的，我足好足好。哦，我足欢喜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就是啊，叫做教学的制度啦。啊，咱过来讲这个制度的目的是啥物？制度的目的啊，是这个遵守吼、哦，咱来办事的规则，啊，甲你要执行啊，行动。的尊节啦，这咱所讲的就是制度的目的，大家爱来遵守，啊来照这个啊制度来做，吼、哦、来做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完成的啊目标的保证，咱照安尼来做，啊，这会完成。啊，完成，咱就达到咱这个目标。啊，咱政府上大的目的伫倒？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，好不好？咱政府上大的目的伫倒？祝福民，祝福民，这实际上是安尼。官员是咧甲老百姓交的税金，算讲咧甲人民是头家，啊，伊交的税金啊，互咱咧甲用，咧甲互咱爱做出对应造福。啊，人民啊，咱同心所讲的，安尼就对啦。大家若有这个心，大家一定讲，
较早就爱来民政府来执政啊啦，那互留咧甲遮个外来政权伫遮咧甲咧补，两工开2亿3000万，无代志，甲即卖也无代志，啊，真正老百姓恁都要何去用啊？有代志啊，无代志？佮即卖也无代志啊！梦想家，大家敢唔知影？还是袂记咧啊？咱佫举手表达一下好无？唔知影梦想家的举手看卖咧。安尼大家拢知影，梦想家两工开偌济？讲2亿3000万啦、啊，迄毋是我咧讲哦，迄报纸拢写。所以开人民交的税金。拢袂听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政府敢有需要存在滴？吼、哦，这予大家去思考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过来，咱制度的本质，吼、哦！啊，制度以执行力为目标的保障，吼、哦！咱过来，这个。制度交易啊，来协调保证的机制，吼、哦，咱这就是有关制度的本质，吼、哦，咱过来看制度，咱介绍，甲遮，咱今晚要来讲内部控制的制度，啊，内部控制的制度啦，会使分作啊。两方面啊，一部分是管理的制度，一部分是内部的会计控制制度。管理，那讲到什么叫做管理？咱来问大家看，大家讲法是安怎？什么叫做管理？大家想看卖，什么叫做管理？管理啊，是我咧讲啦，讲干那以管理这个观念来讲啊，是一个艺术呢。吼、哦，要管一个，咱当然要管一个人。迄讲一项比讲是百样人咧，拢无共款。啊，咱一定爱创一个制度，讲好啦，咱定出来讲，咱的时间是。8点到9点20分，哦，定出来这个制度，讲限制这个时间内底，我爱甲遮个讲，予大家了解。啊，这个咱所讲的，那是讲这是一个制度，啊，这是大家叫做怎话一个管理，吼、哦、啊，那有兴趣的。你就做寡笔记，啊，无兴趣的，你我会使啊听一下。啊，有诶讲啊，我都无兴趣，啊，无兴趣啦，无要紧。啊，你我会使现在大学啊，你免坐到遮，啊，你就偏啊往坐到去走去外口去落落锁。你学校你上课，那无甲你讲因。印定讲你爱在遮上课，吼、哦，类似吼、哦、一个管理，讲啊，但是这是一个叫做教学的制度，啊，定起来这个时间，这个课是这个时间爱讲完，啊，这个课大家若有啥物啊问题，啊，大家遵守这个教学的规则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啊要甲
咱即马要讲会计内部，即就是讲甲钱吼，甲钱有相关的啦，甲吼销铺甲钱有相关，甲报表啊，咱所啊讲的，所以讲有管理方面的制度，内部管理的制度，啊，甲内部会计的制度两种啦吼，即个内部控制啊，会使安尼讲。啊，头拄啊是讲管理方面，啊，这是讲啊会计方面，上重要啦，是讲管钱的人一定袂使管少。啊，我咧管钱，少搁咧我咧管，啊，我都讲收入100万。钱我摕来，摕伫落地啊！啊，即马小咧做，伊就讲啊，去要一些单子啦，去讨一些叫大家去讨一些单子来，还是家己用诶，家己去外口开诶单子摕咧，啊来甲记记咧，哇100万，啊即个其他诶单子甲写写哦，开啊50万，哇啊拄啊剩50万。啊，拢一个人在做，安尼会使哩，袂使哩，袂使哩，大家足清楚啊，吼，安尼咱就了解讲，这就是会计的内部啊控制，就是管钱的就管钱，少袂使，这个少铺无合理在做，吼，你保险啊，摕这个现金。啊，即卖面顶批落来，啊，你爱领现金的去领现金，位啊出来，啊，领了后，这个单据过来会计这边。啊，即卖要查这个管现金的，有甲你偷用去啊无？迄较早是用这个做法，较早那是迄个要算讲审查人员吼，去甲某一个。算讲分公司都入去，去甲出纳的讲，来你金库摕伫带，啊，就写写金库的封起来，甲打咧。即马打了后，即马来会计这边，会计这边的金额偌济，啊，依照会计这个金额，好。摕到这些资料，来出纳的现金，甲开开，点看嘛咧，甲簿啊有对无啊？迄较早的方法啦，起码电脑足发达啦，较免安尼啦。因为电脑发达，拢去银行吼，也是。这个现金的部分摕无遐济啦，拢安尼点一个叫做零用金啦，个零诶怎啊？开南山的吼零用的钱啦，有诶讲10万吼，啊有诶较公司较细，摕2万块吼做南山的啦吼。这个开销啊，这个就较起码绩效的啊，加管钱的，那是爱分开，一定爱分开啦，吼、哦，爱分开吼、哦。啊，这买好啊，起码就是讲，咱这我拢爱每月啊，爱来做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来调整这个表，吼、哦、啊加这个各种。拢爱来互相来对啊，来做查核啦，吼、哦，来看有啥物无共款无。啊，咱即卖要讲内部控制制度设计原则啊，吼、哦，咱要定一个内部制度啦，啊，差不多有遮个原则，啊，咱依照遮个原则啊。来啊，
稍微介绍一下安尼吼。合理性的原则啊，拢是爱安怎？爱来符合这个法律，吼、哦、啊有关，那么政府的监管部门来监管的要求，我爱符合这个要求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就是合法性，就是主要爱合法啦，啊是有这个规章定的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咱我要讲，就是讲，顶年七月，公务人员加3%，大家有这个印象无？这敢合法？这有当时啊，讲欢茶压入灶啦。伊要发就要发啦，用讲要对家医生啦，这实在伊爱选票啦，吼、哦！这公务人员是我的铁票，吼、哦！甲你加一俩，恁走袂去啊，来等我的票。所以，和大家啊去探讨，这实在根本无合。这个法律，伊若要做，就要做。啊，过来全面性，我咧讲迄时，伊都无全面性啊，干那啥一啥，选这个公交，即个人民甲你加3%，其他拢无啊，无全面性，吼、哦，这都唔对。啊，重要性。经济就在摆啊，税收也无在增加，公务人员因阁要去增加，无减薪就增加在啊。世界较文明的国家，新加坡经济歹，家己公务人员减薪，李明博伊家己做总统。伊家己薪水安怎管出来？歹领阿扁啊，甲李秀莲讲起足戆足戆啊，讲起歹势啦，用遐拢嘛安怎足戆？因家己个薪水讲减一半啦，到尾来讲迄特资会啦，迄个做啥物会啊？要来哦，你这啊做提发票来报，迄。伊薪水也才减一半，即摆有诶薪水都，诶、欸，你讲若算着，啊，要薪水话要悬偌济，无加偌济，要薪水要，迄都讲出来话，啊，都我做袂到啦。这是骂先生吼，实在啊，伊讲算着啊，迄个伊要悬出来无达到的时候，他啊。要管伊个薪水出来，甲即马阁有阁咧增加伊个薪水啦，看偌苦哦，真诶。好啦，啊这吼、哦，啊甲有这个制衡吼，爱、哦、有这个拢爱去考量遮个问题，啊甲适应性吼，制衡啊制衡性的原则，啊甲适应性的原则吼、哦，啊所以适应性就是讲。啊，若惊讲人民，咱的经济足好嘞，啊，人民啊，交税也足济嘞，哦，啊，唔则来啊，增加薪水唔则对，啊，唔是啊，拢乌白母啊，哦，啊，个上这点爱大家足重视这点哈，成本效益的原则，成本。咱我定下咧讲，开一块，讲咱的成本啦，咱要做2块的效益，是讲一块要做2块用啦，
那安呢？这个预算一定爱好给，爱好去执行。咱民政府真了解预算啊，有诶乌白开，讲啊，甲十月遐讲有虾米钱也未用，叫总务讲啊，列列出来，我赶紧讲消化预算啦、啊。乌白买啦，无路用的乌白买，买到遐咧浪费啦。讲哎、欸，啊，这那要无甲开好完啦，咱绩效不好啦，哦，啊，无甲开好完啦。讲咱明年啊，迄、那个预算会啊，佫减变较少啦。实在真正拢去看到贵，哦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吼，咱即马要讲，就是讲内部控制有这个有效性吼，啊，合理的评估成本甲效益的关系，啊，咱来争取合理的成本，啊，甲实现哦，这个为有效率的控制，这。足重要啊！咱即摆讲成本效益的概念是啥？就是讲，这个效益爱较大过成本啊！咱才会使讲提供这个价值哦，才有这个价值来去做啦。哦，这个，当然，这个价值啊，依照咱人啊。无同款哦，你看的价值，甲我看的价值，无一定同款。有的人的价值会，伊讲啊，我爱什么？伊讲伊现在我无表啊，啊，我若有钱，我来先买表啊。啊，因为表啊，会对我了解我的时间。啊，我会做事吼，我会工作会遵守这个时间来做，我啊，这对我足重要，对我足有价值的。啊，有诶讲，啊，这比如我原差都有啊，我即马会价值伫台，我若今有5000块，我要紧来做一次咱民政府的服装。民政府要去带，我就有法度参加，所以服装，这我认为就价值的。哦啊，所以讲每一个人伊的看法甲伊的想法都无同款，所以这价值拢无一定同款啦。啊，但是咱一定讲这个价值啦，哦，一定爱大于这个效益，爱大于这个成本啦。哦，咱有一个规定，即马叫各州编预算。哦，各州为今日开始，7月1日甲12月31日有通知各州，你伫半年来。所要推动的代志，甲编出这个预算来向中央补助。啊，咱有特别一个规定，就是讲，你要编这个预算啊，拢爱根据咱这叫做法律啦。咱制度啊啦啊，这个就是爱啊，根据这个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我要讲到这个吼，咱这个法案啊，无足久啊，啊嘛足感谢咱啊，几十个同心啊，合力来做出这个法案。
写好送给美国去，美国看看讲，你哪会安尼写啦？退倒转来改来，大家研究，搁写好，搁送给美国去。美国讲，安尼干掉，恁的观念拢无，尤其是安怎？讲恁啊，爱甲本土台湾人、甲流氓政府带过来遮个人，台湾的土地内底，爱两种人爱划分好清楚啦。啊，恁大家拢无这个观念，恁都拢台湾人。无哦，台湾人有两种哦，一种是啥物？本土台湾人。一种是啥物？流氓带来遮个现在住伫台湾的人，所以哦，咱才知影讲，莫怪哦，莫怪哦。啊，变啊讲要公投啦！恁台湾即地内底都有两种人，你要哪去公投啦？安尼大家了解无？美国啊，唔好你公投啊！美国奈唔讲恁安尼奈啥哩？内底两种人要奈会使公投哩？原早讲叫咱办身份证啦！拜托大家，回去较打拼哩，较教话哩，拢来办身份证，有好康的啦！有什么好看？去菜市啊，讲你来办身份证，讲有什么好看？爱甲讲有好看啦，安怎好看？咱啊执政，咱啊裁员过，讲安尼好，即马补助甲5万户以人啊，5万户，咱这拢有编号啊。你若摕到5万户以内的啊，咱裁员过的话，先发津贴啦、补助金啦。那老大人会有做福利，5万的发了，哪个有剩啊？无再来发6万的啦，啊再来发7万的啦，啊那较慢请的，你豆豆啊等啦。安尼好不？安尼都爱拜托大家去家里爱亲戚朋友，赶紧来请，赶紧来请。这阿拜叫做公平正义啦，什么叫做公平正义？讲啊，恁家拢是。迄、那个戆人，上去，上头去请的，遮拢戆人。啊，恁执政了啊，阮才来请。好，等看卖咧。到时执政才来请遐，慢慢啊等啊。安尼好不？好。哦，安尼好吼，大家讲好吼，这叫做民主啦吼。好，安尼大家清楚啊。啊，即卖要来讲内部控制方法啦，啊，差不多有遮个方法啦，吼，这个叫做啊，权责分工的控制，啊，甲授权的控制，啊，甲预算的控制，会计系统的控制，内部报告的控制，啊，甲绩效吼可评的控制。啊，这咱一个来稍微解释一下呢，吼。啊，这叫做啊职权分工的控制，那讲啊叫做职务的分工的控制，啊是岗位吼的分工的控制啦。啊，这就是咱现在内部控制的做核心，吼。啊，这就是讲咱
每一个人吼，一个人的精神上好是啥物时阵？早起时嘛吼，趁即马这个时阵，大家上好拄啊困饱爬起来，吼啊来上这个课，啊这就是讲上好的。咱一个人吼，拢24小时，我咧讲吼，这上公平啦，其他也无啥物公平。讲安怎，这安怎上公平？一个人拢24小时啦，有个人讲伊看一天会25小时未？无可能嘛吼。啊，所以讲，你着爱家己规划讲，我要做啥物？无可能一个人。所有的代志总包啦，啊那总包你不死去啊！有诶讲过劳死啊，啊是讲迄个讲做啥？迄个做啊？迄个过劳死啊，过劳啦！有影24小时拢无困，啊第二步啊步两三工，啊你就倒落去啊！所以必须爱分工，咱爱咱诶头脑啊！休困的时阵，袂使想无用，想无用的思考啊，有当时啊会留起真济代志，吼、哦。所以讲，这有一个上好，那做决策，早起头10点以前来思考，啊来做决策，啊有诶。就是这个时间做代志，到10点、11点这个时间做代志。其他的，那董事长啊、总经理，其他下晡啊，有当时啊，伊就咧泡茶啦，吼、哦，啊无有诶，就是去外口溜达溜达啦。啊，这有诶人讲这是翘班，迄不一定啊。伊出去去看情形，啊去看代志，搁去了解其他。所以讲，一定爱有这个分工的制度，吼、哦，啊有授权的这个制度出来，啊伊头脑才会较清楚。啊，那什么代志拢伊包的话吼，伊干那想讲啊，迄、那个。第几间的教室啊，也无少啊，搁刷落倒一班的要去倒一班上课。咱即卖现在拢伫遮咧上课，就较简单。欸，可能明年来啊，楼顶那爱开班啊呢，咱较早一台电梯呢，咱即卖。创两台电梯安尼，这是咧创啥物？咱思考啊，咱刷落，即马5楼、6楼、7楼，阿伯啊，这是初级班的，一班200个，阿伯啊，高级班可能就超50个较小教室，过来专业班、海关人员受训班。可能30多个，这就无同款啊呢，所以拢爱有这个思考哦，啊，加有这个进度啊，来讲这个按照这个职务啊，咱总务单位啊，各执行单位拢有这个考量，所以咱拢会去进行啦吼、哦。啊，当然这都爱。个了解讲，那经济业务的处理啦，啊，咱就爱讲，头拄有讲啊，爱管销的，甲管钱一定爱分开啦，吼，即拢爱照安尼做，吼，啊，授权的批准啊，即那是咱授权落去，可以去做啥，伊就去做啥，咱话照这个规定，啊，大家尽这个啊。依照批准这个范围来做，
哦啊，咱遗传爱依照潜力啊，我们台湾啊啊人民潜力法案啊第29条的规定，哦啊，一本比要大于才会使变为做啊这个遗传，他都有讲过吼、哦。啊，会计系统，咱就是讲一定爱遵照这个会计法，甲。最重要啦，是这个部分。一般公认会计原则，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。好、哦，咱刷来可能我会阁讲到会计吼、哦，啊，甲会计系统吼、哦，啊，来爱这甲大家做参考啦吼、哦。啊，即摆阁讲到内部控制，内部控制啦，啊。是编制的各种的内部的报告吼，啊为手段来进行这个控制，哦啊，这主要要对啊对外报告的管理中啊啊，尽能满足管理单位的需要，哦，这就是讲有所内部控制啦，因为要要求啊，所以讲。都爱和各单位拢爱来啊配合，啊有这个要求啊，有这啊六点，哦，咱和咱做参考就好啦。啊，最后就是讲这个绩效吼、哦，啊考评啦、啊，这拢是有需要，因为有一个制度，啊，都爱有一个啥，有一个考评嘛，哦啊等于考。考级啦，啊，拢爱用这个数字来表现出来。哦，啊，这个考级啊，爱有公平性，吼、哦，公平的，啊，加有明确的这个代志。啊，然后一致性吼、哦，啊，加这个可靠性，啊，加咱主要爱有透明，啊，加民主。那讲所谓民主啦。那咱这个时阵啊，咱头拄啊都讲过啊，那无可能啊，做加工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这个啊民主的啊设施。啊，咱今嘛要讲内部控制执行的设施啦，啊，内部控制的管理人员的选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加咱今这个加国家或是企业。发挥内部啊审计机关的作用，我这完咱头拄啊拢有讲过吼。审计机关啊，应该闹出代志，应该爱先抓管会计，啊再来抓这个审计，拢有代志，唔是讲主管有代志尔，主管有代志尔。啊，即马上重要。会计制度甲内部制度控制啦，主要要做啥？这两点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不爱互伊舞弊啦，因为主要内部控制主要目的啊是财务的报道的舞弊，甲迄个侵占啊，这个资产吼啊甲挪用吼、哦，来利用这个啊资产，这个资产拢是现金啦，啊甲物。吼、哦，拢是叫做资产安尼。啊，第一项啦，即嘛因为美国发生啊安农事件啦、啊，所以美国啊已经甲董事长，你对会计的管理无好，内底的作弊管。啊，董事长安怎爱犯这个刑法，爱抓爱关，爱判刑啦。所以即马会计部门的人员呐、啊，我较欠伫美国这方面啦、啊。因为即马有钱的人做董事长上惊啥，抓爱关嘛。到尾小做介绍，啊，到尾董事长抓爱关啊，啊。当然，这个会计部门、审计部门拢爱抓关啦，拢有以前讲无啊，这是啊
会计处啊，是会计师通过啊，遮个人啊去负责啊。董事长无，即摆讲董事长你无做内部控制，无设立做好势啊，当然你呐爱犯这个刑法，吼、哦，现在弄这个规定安尼。啊，即摆要讲几个案例，吼、哦，予大家知影。啊，633。这足出名啦！这咱流氓政府讲，我们要跟美国提出外交豁免权。外交部安尼讲，哦，因讲咱伫美国有外交，吼、哦，外交豁免权啦。啊，实际上有啊无啊？无嘛。啊！伊出来，手铐都甲铐去啊，佫无互当个夹目镜嘞。出来便所，伫办公厅出来便所，啊，出便所，啊，去互因调查人员就铐去啊。啊，迄目镜佫叫别人甲送去，送个互伊。啊，这就是，嘿，咁个用啊。要用外交豁免权，啊，这就是啥？主要重点嘛，伊话这违反啥法令嘛？吼、哦，迄个，因为咱的依照啊，日本政府的法令也好，吼、哦，伊只爱讲这个伙食费啊，袂使超过薪水的三成，哦，啊，伊就改。甲扣六成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拢是违反的，哦，啊，甲这个叫做这个最低吼、哦、工资啦，吼、哦，这拢违反，所以伊实际上是犯罪嘛，啊，过来，这予大家即马关出来啊，吼、哦，手铐啊有卡铐啊，哦，我有卡铐，哦，啊，所以讲。重大的犯罪才会安尼做啦。啊，这就是安怎？啊，咱美国国务院报纸甲检察官无承认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。啊，这因为咱去甲告，哦，啊，伊就都安尼判断啦。伊讲要啥？无爱讲听话啦，因要。认罪协商，看有法度紧放倒来。啊，这个安怎讲？你知？因迄个副处长安怎讲？你知？这个周道元啊，迄阵啊讲，这个633啊，放弃权力啦，啊，是维护国家利益。啊，这个国家利益是啥？上重要，这个国家利益是啥？甲台湾拢砍掉咧啦，互台湾人即个。即个咱即个戆百姓唔知影啦，哦，啊是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啦，啊去到遐人甲你讲，无甲你承认，伊讲伊即个伊袂放弃啊，即个要做啊权利，哦，袂迄个去诉讼啦，伊讲就啊认罪协商啦，钱交交的做一个赔赔，讲安尼看起要转来，美国讲我袂使咧，佫关几个月才互你走。啊，重点出地带，这个，吼、哦，一个处长，你就要去发恁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，佫唔是，或者你若讲副处长。啊，是虾米讲？嗯，啊，伊薪水咧发，啊，这是一个哪讲？员工小员工，啊，到你去会计处，啊，出纳去领钱就好啊。伊那唔，伊个钱领领去，你那睇下底啦。哦，啊，你来，我甲你偌济，我算偌济，互你。啊，这拢是啥？无啊，遵循这个会计制度嘛。上重要是这个问题啦，哦，
这拢无准钱嘛吼。啊，咱即摆要阁讲一个，吼，这个是林百里，我是一个咱真大个做公司啦。啊，这个公司的秘书安怎你知？伪造这个签名啊，啊，伊领偌济？向公司诈领8300余万，8000几万呢？啊，这我是啥物？这私人的公司，这是，我来跳袂过啊！我，这那是啥？无存钱，会计制度啦。所以讲，咱大家爱了解吼，因为拢会发生这个弊案吼，啊，拢这拢是为网站上啊查出来资料啦吼，啊，这都要甲大家讲，这拢是安怎？现在是安怎嘞？迄个网络世界，少年人，恁大家爱会记哩。你若做唔对，你若去红灯出报纸，还是去告诉啊法院的判断，你永久若要上网去看，拢看你看会到。所以大家爱好好啊做，吼、哦，爱甲大家讲，这那是最近发生的啊，教育部讲一个个案，这所谓个案是啥？甲内底的人拢有啥物关系，唔才会去做个案。无呐，伊讲啊，做啥？侵占公款2600万呐，啊，干那追回37000啦。啊，我若要判怎啦？因教育部的会计主管先判刑，判了后才来判这个，唔才对。好，这予大家思考。因为超过2分钟啊，拍摄，感谢大家，今日到这，谢谢，感谢哈，谢谢你，今日休困10分钟。